大赛次关，长途精英内力增城，精彩已经系脱颖而出啦！呢场八周年纪念银屏嘅得主就系佢啊！欢乐之歌打来，反应仲有创造历史时刻，香港杯欢乐之光赢埋啊！马克罗斯压住咗欢乐之光，马克罗斯接先冠军顶名，马克罗斯。花田银行香港金杯2月17号沙田马场。